这个是杜亚 bi-directional motor 的 program 程序。先 check 一下你的 remote， 看它按上方向 signal 吗？或按下方向 signal。然后呢，很重要就是按上跟下。如果它没有 signal 的话，你要按中间那个 button 按超过20秒。按到呢，你会看到这边写 U， 就是 unlock 为止。看到吗？然后再测一下上或下，中上下 ，OK。然后现在就 program motor。先开摩托，然后按这个钮超过两秒给它跳，然后按 remote 中间，如果对的话它会跳两次响三次，之后呢 check摩托的方式是对的吗？如果不对呢，按三跟四，它就会反了。然后再放回去，然后你要 set limit setting。我们建议的程序呢，就是按上超过两秒，摩托会往上调到最高点，然后自动往下，自动拿到最低点。之后呢，左边就好了，你就是可以试试看，上。或下。如果你需要调摩托的最低点，先把摩托放到最低点，然后按下跟中，听到的声音为止，给它跳个一个声音，然后调到你要的最低点。然后呢？再按下跟踪，如果普遍好呢，它会跳两次响三次，你觉得这是最新的最低点。这样摩托就普遍好了。